因为今天非常重要，你们都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的？有没有不知道的？昨天有没有没有回来的家人们？没有的，我一会儿我跟你们讲一下好吗？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来，先把赞赞点到100万，才3000人啊，家人们。恭喜恭喜啊！昨天晚上确实是阿梅的妈妈打来电话啊。我们昨天晚上，我昨天带那个飞总去了我们这边比较繁华的地段，去带他给阿梅选今天的一个订婚礼物。对，我今天，你们猜一下我今天是什么角色啊？我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好不好？哎。然后你们现在重要的是赶紧分享，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到粉丝群，让更多非家人赶紧回家。小小的，说得好，那个姐姐放心放心，我没有说咱们地址啊，没有说，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们应该能够猜得到，应该猜得到，好不好？我今天的身份比较重要啊，一会儿我再跟你们揭晓。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赶紧分享直播间到粉丝啊，到那个粉丝朋友圈，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带那个，我昨天白天一天都带那个飞总去给阿梅选那个订婚的需要的东西，你们都知道。我们昨天晚上第一家店去了哪里，你们还记得吗？第一家店尽快到来，家人们，今天是我的兄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啊，我的那个脱单的时间还有点早，需要你们到时候跟我介绍，好不好？好不好，家人们？对，点到100万啊，点到100万，家人们赶紧点点赞，来，动动你们的小指头点点赞，好不好，家人们？对，来，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先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然后咱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咱们啊。恭喜到100万了，咱们这个订婚仪式就正式开始啊！对，我们先把赞点到100万，然后直接开始仪式，好不好？对，我们昨天去到的第一家店是那个，那个黄货啊，中国黄金，好不好？昨天呢，我们去到店里就是有，大概有二十多个那个，营业员接待我们。当时呢，我们飞总呢挑来挑去。不过也是因为家人们啊，也是因为家人们，你们说那个不适合结婚来去买的东西，但是飞总呢去订了一个他日后平时可以带的。我要说昨天的啊，对，家人们，我们先说今天好不好？今天你们猜一下，刚刚有人猜到我们现在是在哪里的，你们再猜一下我们现在哪里，然后我们把赞赞点上去，一会点到100万，然后我们的仪式就开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家人们，你们猜一下。是在哪里？今天我们为了这个，为了今天这个日子，准备了一整天。白天我们一会儿都没有休息，先唱几首歌。这样啊，家人们，一会儿我们仪式开始了，你们想听歌，来，你们再点，我们来唱，好不好？好吧，家人们，想听歌的家人们，来，先把赞赞点到100万，好不好？先把赞赞点到100万，我们一会儿我们来唱。对。你们点到100万，我们让阿梅来唱，好不好，家人们？好不好？在酒店是吧？对对对对，在酒店。但是在什么地点啊？我们不方便去透露啊，家人们你们都懂，好吗？一会儿的话，啊，点到100万。来，现在点到多少了，家人们？你们说出来，现在点到多少了？80万了。80万了，是不是，家人们？来，还有20万，家人们动动小指头，赶紧点点赞。一会儿的话，咱们仪式。啊，咱们仪式就开始了，点到100万我们就开始，好吗？现在在场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的飞总啊，比较重要的一些朋友已经过来了，然后我的一些朋友，就是跟飞总认识的一些朋友都过来了，好不好？然后现在只差20万了，好不好？只差20万了，来电动动小指头，然后分享一下直播间，我们先把直播间娱乐一下，好不好？来，家们点点赞，点点赞，双倍点赞开启。不辛苦啊，家人们，来，
及时把赞赞数量报到直播间，一会儿到一百万赶紧打出来，我们来开始仪式好不好？我们争取在8:20之前开场好吧？来，还有3分钟时间，还有3分钟时间好吗？家人们，110万了吗？110万了吗？我这边看不到啊，我这边看不到，够了吗？来，家人们，现在把赞赞数量打出来，120万了是吧？行，来准备开始。灯光师、音响师准备好。130万了是吧？来，继续加油，家人们。8:20我们开始好不好？8:20我们准点开始好不好？来。还没有回家的家人们赶紧去分享一下咱们直播间到粉丝群里面。相聚在此，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订婚之喜。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彼此，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他们的爱情故事如诗如画，充满了甜蜜与温馨。此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诚挚的祝福，祝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互陪伴，相互扶持，无论风雨还是阳光，都能携手同行。爱情之花永远绽放，幸福长长久久。来，有请王菲菲总。来，家们，欢迎打在公屏上。我们现在直播间6000多位家人们，来，欢迎打在公屏上。现在飞总已经跃跃欲试了，他现在正在准备，家人们，来，我们先公屏吵起来，先公屏热起来，一会儿我给你们翻转一下摄像头，让你们看一下，好不好？家人们，我们6000多位家人们啊，一路见证飞总和阿梅的爱情故事。因为有你们，才有他们今天的一个订婚仪式。不管他们这一路走过来多艰难，有你们的陪伴，有王浩的陪伴，今
今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订婚仪式，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没有，梅总？来，现在梅总有点紧张啊，我们跟他全民打打加油，全民打打加油，全民打打加油，他现在正在准备，好不好？来，家人，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有？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回来了还是吧？真的，我们等到今天不容易。来，我们欢迎王菲菲总。来，现在菲总向我们缓缓走来。来，不缓了，你快步走了。来，你有什么话要跟直播间这几千位家人们说的？来。今天我们那个感谢今天我这个订婚当天啊、因为我不是在家里面订婚，我是在这个外地订婚的，然后能来到现场的这么多人啊，感谢你们。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然后那个。剩下你们，也那个把麦克风关一下，我跟直播间的人说两句话啊。感谢直播间，现在是有七千个家人们啊，咱们直播间今天有点激动，有点激动。别紧张，别紧张，飞总，有我陪着你。因为这次为什么没有要感谢这个红姐姐送来的这个天鹅啊，感谢你送来的礼物啊，然后今天的话是。因为这个订婚过得有点匆忙啊，我相信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妹们啊，知道情况的都应该能够理解。如果而且那个订婚的话，本来也就是一个给女方彩礼的一个形式，所以的话，咱们这次就过得比较简单啊、但是这个过得怎么样咱们这个不重要，咱们主要是这个地会咱们要过了就行了，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家人们？行不行家人们？来啊，现在啊，感谢这个王鹏阳送来的这个礼头，咱们给送礼头的这个王鹏阳点点关注，咱们直播七千多个家人们啊，然后咱们把这个直播没有分享的分享一下，因为咱们的一万的非家人现在还差三千个没有来，还差三千家人没有回家，赶紧分享直播间，家人们，今天的日子你们都知道，非常非常重要，不用我说了吧，对吗？现在飞总其实内心暗潮涌动，其实很紧张，家人们，喂，开了吗？话筒可以开了，麦克风，喂，然后接下来的话啊，我今天阿梅现在在台下，对，阿梅现在在台下，然后。我这里有一封信啊，当着现场的那么多个亲朋好友啊，还有直播间那么七千五百个家人啊，对着你们所有人，把我想对阿美说的话，我都写在这封信写在这封信里面了。我念给所有人听，让你们所有人都见证我和阿美的这段故事，好不好？好不好，家人们？来，你们听听现场的掌声有多热烈，我们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掌声也一样不能比下去，对不对？家人们，来，掌声响起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你们的点点赞就是掌声了啊，对，因为你们不能在现场，你们的点点赞就是掌声了。我答应你们啊，如果等下次结婚了，我一定邀请直播间所有啊，现在是七千五百个家人啊，我一定邀请所有家人们来参加啊。来，现在接下来这段话是我想对阿美说的话，我把它写在一封信里面啊，一张纸上。本来我是放在这个信里面啊，放在这个花里面送给阿美的，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们也听不到，对不对？所以我就手信啊，站在这个舞台上，阿美现在也在台上，我就念给她听啊。那个灯部岳老师，那个放点新音乐啊，音乐声音少小一点点。有点紧张，你们顾不上帮王菲打两个字加油啊！来，加油打起来，家人们，跟王菲加油打起来。她现在有很多话要跟。亲爱的阿梅，对，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我满心欢喜，激动不已。我想对你说，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起，
我的世界因你而不同，你的每个笑容每个眼神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风景。未来的日子里，我承诺会一直陪伴你身边，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风雨交加的时刻，我都会紧紧握住你的手，给你力量，给你依靠。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丈夫，与你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分享每一份快乐。我会用心去倾听你的心声，理解你的感受，尊重你的选择。我期待着我们的未来，我期待着我们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清晨的相拥而行，每一个夜晚的相伴入眠。愿我们的爱情永远如初，热烈而深沉，悠久而坚强。亲爱的，我爱你，来，直到永远。家人们，赞赞卷起来，掌声响起来，家人们，听到了没有？这段真挚的表白，家人们你们都听到了没有？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对不对，家人们？咱们直播间啊，现场是8000多个啊，那个咱们直播间现在是8000多个家人们啊，还有现场的话有100多个啊朋友来参加我这个 DV 仪式啊，然后虽然咱们这次啊这个 DV 过得有点仓促，所以那个不够华丽，但是只要有这个感情在就行，好不好？好不好，家人们？行，那接下来就有请阿梅上场。来，家人们，欢迎打在公屏上。有请你们的阿梅上场。有请阿梅。来，那接下来啊，让阿梅跟大家说一下她这个她的感想啊，给大家说两句话。有点紧张，家人们，你们也知道的，就是阿梅的话，也没见过今天这种这么就是这么多的人，当着这么多的亲朋好友，然后站在这台上也有点激动了，所以我就就是不用话筒了嘛，太尴尬了。哎，不用话筒，你大声一点，要不然他们听不到。咱们直播间啊，现在9000个家人了啊，那个点赞不要停，然后你们给公屏上是个送你头的这些啊家人们点点关注啊，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气氛上送你头的这些也比较适合啊，你们就给他们点点关注就行了。话筒关一下。好。对，家人们确实有一点激动啊，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哇，有8000多个呀！就是家人们，首先呢，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感谢王菲，因为我今天就是我们能站在这里，有就是这个订婚夜，都是一直以来一直以来都是王菲坚定的选择，才会有今天。然后呢，也很感谢。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然后从这种家庭出来的，能在王菲这边就是被她宠得像个公主。然后呢，我也知道没有王菲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也不会来到这么华丽然后又浪漫的这种场合，就这个订婚夜。非常感谢王菲，真的。你们也知道的，家人们，曾经我很就是，你们从我跟王菲认识到现在，一直关注的都知道，我跟王菲呢，一直以来就是有太多的，就是太多的坎坎坷坷了，又
有很多，有些时候我会给王菲带来很多的麻烦，然后我也逃避过好几次，因为我知道，因为当时我可能就是想法都很幼稚嘛，我总觉得就是我配不上王菲，然后你们也知道对我的家庭上面都特别了解，然后我一直都可能有点自卑嘛，然后也非常就是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就是家人们一直以来鼓励着阿梅，如果不是你们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坚持到现在，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是自信嘛。反正今天有点紧张，因为现场有很多的朋友嘛，就王菲的朋友啊，亲戚也在，然后我有点紧张。加油两个字打一下好不好，家人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红红姐送来的烟花，谢谢你们给阿美的鼓励啊。然后还有就是。